等我一下，拜拜，先挂，我先挂电话。不会这样就可以了吧？看为什么他们比我还厉害？你们是常开直播吗？大家比你还常开。对啊，怎么厉害啊？不会这样就可以了吧？不行啊，干想吓谁啊？操你妈的！不行啊，生气了，显示不出来都红红的啊。哇，这个封面好正哦。啊，拍得好了。这个超美哦。他们看不到的啦。看不到吗？看不到了，他们看不到了。这好美哦，你看。我女明星啊，哎，你知道今天那个谁拍的、啊？这个、哦、一个男的，一个摄影师。他去团拍的时候，这个数字可以关掉吗？不行。哎、欸，我跟你讲哦、喔，这个超还不错。哎、欸、哎、欸，那个什么 ，Mandy， 你知道吗？今天那个主持人就问我说，手机连不上，那我们这样转好了。好啊，好啊，我就一边转。反正他们有认真在看我吗？也没有、啊，他们就只想看你而已。是他们，臭三八。好可怜，哎、欸，红玲，你有没有觉得红玲？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我一直骂你臭三八，你会不会生气？不会，因为你都这样的啊，你不止骂我臭三八吧？我骂全世界都臭三八、欸，没有，只有熟的才骂，只有熟的才臭三八，不熟的说你好，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捡东西，谢谢，真的谢谢你这样子，然后熟的臭三八帮我捡一下，臭三八，臭三八打牌拿钱出来打牌了啦，臭三八，好，就这样子。今天主持人就说我在台湾是做 model 的吗 ，Mandy？ 然后我就说没，我是在台湾是做 model。他说是哦，他觉得我看起来不像做 model 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在台湾是怎么？我就说没有，就玩游戏，然后介绍一些节目这样子。他说那我可以看你主持的节目嘛？我就给他看，然后他说哎、欸，长得不像你，完全是不一样两个人。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穿着打扮很像小孩子，跟你现在感觉不一样。我说那是我平常就是穿这样子啊，就是穿得很像死小孩。对啊，那个主持人是艺人吗？那个主持人是艺人吗？算是。好，我回台湾再教我好了，那直接就转了哦。哎，现在就看到小树沟了。福利真好哎！哎呦，你这看得到吗？你要转过去的。哎，我想在床上。对啊，所以我说你要转过去。那这样看不到你，这样子我那个没关系啦，他们很 care 好不好？这样子，大事了。哦，我这样玩了，我知道了。OK， 拜。你就先陪那边吧，反正我早就不奢望你了。谁呀、啊？汪小倩啊。真的，真的，那真的很贱。不过247颗魔法石。哎、欸，他们要来了吗？你去他们了？不，对啊，他们想看你转的林红梅。转转转，噔噔噔噔噔噔转，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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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哪一个？哎，林红梅，你拿手机来，他说我们两个对战。快点，快点，快点，我们一起打那个韩狗。
韩狗。可是，哎、欸，这样好像比较看得到哎、欸，后腿有点不看得到。等一下，这个声音拿出来。好，我要露脸了。好了，大家不是想看我，我知道。我们就这样怎么转啊？那我们被丢了。不用了，反正赢了就说哎，我赢了，哈哈哈哈哈。这样吗？就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转，可以这样侧面，就是你可以趴那边，趴这边，然后他们就这样。这个太远了啦，最好。可以啊，你就这样子，我这样子，你跟我一样方式爬。你都这样子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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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困难哦。蛮困难的。好啦，就一同镜头能看，哎、欸，就是我们不能看对方说用什么卡，然后大家就随便打哪一关呐、啊？就打那个叱咤风采超级，你打超级了吗？我看了，那我看一下有什么对手吗？好啦，不要打黄金赤超级二点弱。我看谁先打多少钱？不要啦，都一样。那打宝石女王超级。总是可以的吧？你总有打过了吧？这个我没有重打，我上次有一破完，所以我记得这次没重打。对啊，没关系啊，超级啊！可是我不知道他王是什么，我也忘记。就你也没有，就是精灵女王啊？不是啊，我说他有没有王特殊？我也忘了，我也没打，我也没打上去、欸。你用那个啊，饭店的网路啊？你这样根本没有那个，我们后等一下，等一下，后天。那就有了，好不好？那就有了，好不好？大家可以吗 ？Q 五，可以吗？可以吗？我把它放中间，这样好像才看得到。是要看的吗？看大家就是，嗯、好。我看。哦，他们说精灵王是复活变强啊？是什么？复活变强。哦，所以就复活变强啊。哦、来一下不要哦、不可以不可以透露对方队伍哎、欸、可是这样大你就看得到了哎、欸、不会你看不到等一下我还在连啊连不上去啊对你就那个啦 我已经连了饭店的 WiF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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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透你我跟你讲你这个人很衰 你在那个会场也连不到饭店也连不到你在香港都不要跟他们联络好了对啊我跟你讲我在香港就是完全失联完全失联了连不上啊而且我等你好啦我不要打了啦 你这个人很容易轻言放弃哎、欸，你是牡羊座的吗？是的，随便就那边放弃，是不是这样讲？这个连不到、欸，我等你好不好、哦？好不 ，baby， 我等你。可以了，可以了，应该不会很难吧？不会啦，以你的程度。好了，不跳、哦。可是我是觉得那个打巨星的风采赛比较简单，打韩狗比较简单，说实在的，韩狗根本不到。随便用什么队伍都可以哦。嗯我说用什么队伍都可以，不会让好多灵魂石哦。我来看看那个石，不是啊，不是网络里面卡。你是吗？你是网络吗？还是我吃饭店的 WiFi？ 可是你这个也是用饭店的？对啊，完全没有，还是被我吃走了。对啊，所以我在想，你会不会骂我臭三八？臭蛋吧，把我网络还我！臭蛋吧，这边讲的，可恶！好吧，可以了吗？等一下哦，我再看一下的。你慢慢来，我想要吃一下我的灵魂石。我想要吃到我的灵魂九桃啊！应该很常用的，我就觉得。对啊，对啊。等我一下。友谊赛哦。好啦，好啦。等一下，等我一下，我要给大家看是不是。打精灵比较简单，好吗？根本不用精灵。那个精灵，好了，就这样子吧。等一下，他还在跑啊！跑跑跑，像不到我们右。跑跑跑。他怎么了？吃得到啊！我其实还没进去。不是啊，可是我重点我也还没进去，就这样子。你进去了，你要那个
哦，所以用队伍进去是不是？还没啊，我都还没，我还没选。嗯，还没选哦。就水啊你。快快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是个什么？眼药，好眼睛，是哦，你是可以买，真的假的？但骗的、啊。好吧，我知道我很好骗，放下好了。啊，是不是？我知道为什么了。嗯、你开城市管理员，你是不是网页开太多？我没有，我全部关掉了。我刚把全部关掉。是吗？那我玩有这权限吗？你太慢了吧。都快十一点了，红玲。好啦，打完就结束了。对啊，我都可以玩两个游戏了，红玲红玲。好，那你先打好不好？你打完我看我到底有没有进去。好啦，不要生气嘛，我玩一下嘛。爱生气耶，爱滴。开三就有快乐，哎、欸，进去了，进去了。好好好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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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哈哈，在帮小强加油，干嘛这样子？你们不都是以臭长发欺负对方的吗？是这样吗？好啦，你要选对了，你选好了，放任。这样我要选什么？选什么？大坏蛋吗？我是不知道，随便选呐、啊。好用的就好啦，好。是因为我按对很长，都很长的。我也是啊，我就是选按对的。好，来吧。等一下，先进场吗？先进场。Landing 一十五四三二一。先进场是不是？好，先进场还是按开始？先进场。按开始先进场，然后不要转。哦，好。完整的掠夺，不要打到巨型回龙。好。等一下，我好像跑。哎、欸，我跑并快、欸。我就说我的没问题呀、啊，就是红米机的问题，跟你讲啊。哦，对，好，等一下，那然后这样子，就变成就不就这样侧面就好了，不用理他们，好不好？嗯，好。那个谁 ，Mandy， 那个谁，三二一啊，三二一。哎、欸，没有什么开始，我已经在转。干你娘，好恐怖、哦！有什么好害怕的？什么都不怕。我可以，我可以说我想。认输了，这样不行啊？为什么？哎呦，友谊赛嘛，记得、欸、去年我输你是不是？是去年。拜托，在舞台你都赢大家哎、欸，我都输大家。你又没有输？有啊，我看那个是谁？那个明星、啊，明星那么烂，他们没在玩的啦，只是付钱来做的啦。干我讲实话了不行，有工作人员在，各种台暗珠，各种什么？可要自己拨实况吗？你说哎，干、欸、我打不关掉。哦，可以啊。等一下，我也忘记了，我等一下下一关。我才在第三关而已。我也是。妈妈怕，怕我死。现在来到了这个什么第四关、欸、你没有在帮我们计时吗？没有对不对？帮计时吗？你是不需要了，可是我们就这样聊起来了。我很开心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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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我打快，快很多。我不一样啊，我是那个。你转速这么快？我随便转的，大风吹行的。转太快了。你是思考型的啦。什么思考型？我上台就无法思考，好吗？不会啦，相信你一定比很多女生都厉害了。平均转三趟和三个小时。啊？你说什么？很多女生没转到三趟。干嘛偷笑？我说实在话，对啊，是没事的。对啊，至少你平均有五看吧。认真的话，认真的。对，我靠，就是哦，有康伯顿哎。对啊。哦，很烦哎。
懂一种意思。耶，刚好六康拖带走。耶，yeah, 打到网了，跳好快哦！哎、欸，没有啦，看一下第七关而已啦，吓死你！也太快了吧，是很急吧？没有啦。吓死你！干汤姆顿呢？你是在说我刚刚说的那个吗？不是，不习惯有汤姆顿。哦，所以好吧，所以之后再跟他有汤姆顿，跟他看看各种汤姆顿。嗯，好，好 fuck you。啊，干干干！干一个三看我跟我掉个七看我要干嘛？哎、欸，所以我进才想到，能打好后面了。对啊。我是打三康哎、欸，超级白，我、哦、没关系啊，可以过。好，打黄光了，好好、哦，下班了哈，好好、哦。我看第九而已，干你蛮快的嘛，不得了了，拜托。好了，比平均想象的好很多了。See you。好 ，OK， 恭喜，没有了，复活变强。这两天好像跟我用一样的队伍，是吗？嗯，好了，我到网上，我没有学你一样，我知道了，我刚好也就是想说学，对对，比较高兴。他是会在后面，会是会在后面。干、嗯，没有缺案组，操你妈的！其实差不多，说实在的，还掉卡。哦，好爽哦！差不多了，其实我也蛮厉害的，说实在的，跟我打差不多，你讲什么？好了，也蛮强，没掉卡，好像加看看。他才差十秒而已吧？明显哦，才差十秒而已吧？这样压吧。有点在用其他玩笑。我不是拿了。好，来啊！明天呢？不要很紧张啊！到我。悄悄，那是想到习惯了，好吗？我超紧张的，我每天都在，我每一天都在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赛也不错、啊，我不是故意，我是想说，你怎么不？不然我们就请我们来比赛、啊。我们来比赛。我们就请我们来比赛。然后 B 姐说：“请问一下 ，Timmy 跟 Luna， 你的技能是什么？”你干嘛这样？请问一下，火物你的队长技能？你的队长技该不会不知道吧？我来看一下。哎、欸，不能看，队长技什么？我记得是 1.5 还是两倍？对，我攻击。对。那、啊、请问一下，你的攻击是什么？增伤跟减伤啊？增伤减伤多少倍？敢你不会？1.5。嗯。敢连这个都不知道，我打爆你的头！我就直接关直播，说你们把证收回来。天哪！开玩笑。哎、欸，那可以。我们可以选我们两个上去，但我们不要对战，我们就请两个玩来那个来玩家来挑战我们两个。好，你们不行这样子。为什么？什么？就我们这样来挑战我们两个，反正我们两个差不多啊。就是反正我们两个差不多，我们就请两个来挑战我们两个啊，也不错啊。反正你知道那个主持人跟我说什么吗？我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们是第一？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抽到。他说啊，没关系啊，反正。他们也不想上台。我说哦，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各种夸张话。对啊，不然你安排一下，找一之前我抽来的。什么？哦、没有，照面啊。给我的面啊，啊，这个就是那个三长的面啊。对啊。它是泡的吗？哎、欸，你知道你柚子说叫一到五名来比也太狠。
到那你们觉得谁会赢？一到五名，他们不敢吧？真不敢啊！好啊，一到五名来比啊！我可能吃这样子，每次都是个，那就一到四啊！一到四啊！没关系啊，那没关系的、啊。真的啦，好不好？我看陈三明的 PK 啊。OK 啊，无所谓啊，一到四啊。好啊，反正我觉得你这样应该有实力，对不对？不然你笑他小，没有实力怎么当人家女将啊？是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嗯，对啊，没有实力怎么当人家女将啊？比一下，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因为人会紧张的，好不好？可是大部分还是可以看得到你会不会转啊？看对啊，还是会看得出来，上舞台是真的很紧张、啊。对啊，会紧张，不没有要比说谁。我觉得是真的输赢真的很难讲，因为有时候掉出。对，我又不完全不知道。对啊，就是龙队。对啊，掉我根本就不知道龙队怎么玩。因为你没有常接触啊，你常那个队伍，如果像我玩那个二消队，干我哪会玩二消队、啊？你重点玩到二消队，超难的，操你妈的！是输出没有很什么强的、啊，输出比较弱吧？没有没有，他会掉，但是一直掉啊，对啊对啊。我觉得二消队其实有一点吃运气，因为他一直掉。如果一直掉一直掉，你就很衰。哦，你就是说在比赛通关很衰。对啊，打死一定输。哎、欸，你们这样干嘛这样讲心月？心月有进步好不好？他记得他已经不会再随便开木屋了。我很认真的。对，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不没有木屋在队伍里啊，没有他不会随便在开木屋了，因为没有转到四台的话不会输出，就会变得跟三星讲一样。对啊，我觉得那个哦两箱很难玩的，嗯，两汤其实蛮反的，就会一直掉一直掉，然后运气其实可不好的，偷表。人家放解放爆发很强，你不要强的。你说哦，妲己啊？对啊，很强。哎、欸，我跟妲，我跟新月姐不错，我立刻叫新月来。新月姐要吧？大家想看妲己姐姐吗？我立刻叫新月来啦！我跟新月没心结的，我跟你讲。万一我今天就是倩倩有来的话，我也会叫倩倩来的。对不对？挺好的，没有问题的啊。看一下，心愿姐姐几号房？她跟葵子同就是几号房？啊，我想问问葵子。嗯、啊。没有啊，看一下那个后面。他们听得懂哎、欸，他们听得懂。听得懂什么？他们听得懂，他们说，我说他国随便看木屋，他们听得懂。有听得懂？他们听得懂啊，他们在上次电玩展有看啊。哦。你不知道，就是妲己上次转了、啊，转了、啊，然后就、嗯、因为他开了木屋，他想说奇怪，怎么转都不会输出，因为木屋要打四 combo 才会输出，然后他怎么转都不会输出，然后我就说把木屋关起来好了，我说他不会随便开木屋，好蠢哦，我刚刚想要打钱。啊！哎、欸，然后就我用刚刚的对红金关卡，笨死！怎么办？没有按住。没按住，转呐、啊！你是双子吗？对啊。会过会过，一定过吗？一定会过啦。我也常这样子啊。好瞎哦！除了有一次我用灵魂石的队伍打你，就输。真的假的？对啊。感谢他不接电话。他们出去了吧？是能去哪啦？死不接电话。喂，是叶吗？没有。没有十点不回家，是不是？我想大家都出去玩啊，哪像我？对啊，还待在这兒、哦，我真的很可怜哎、欸，不觉得吗？林红玲，每一天都待在房间里面，你在说我吗？嗯，每一天都住泡面啊。
然后叫你出去又不出去，是你说我，对啊，你想吗？臭三八了，臭三八，三年八，不然到底是没有人。哎，真的，如果没有人在房间上打楼嘞，那你打啊，那你大概还比较想看打一个。哎，新月跟草莓同一间房吗？不是吧？喂？我突然想要吃那个红茶红。你突然想吃红茶红？嗯。哎、欸，快十一点了，能结束下去吃。对啊，我们去吃甜汤，然后讲八卦。啊，我懒得出门。哦，你抽到脱了？没有，靠，没脱就出门啊？是不是？时间快到了，他们就不回家，怎么办法？你这样都出门了，真的，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每一天，每天都有，每一天都很忙，都不来直播，想看红林，不就在这边？不以为是他是谁 ，Mandy 哦。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Mandy。Mandy， 嗨 ，Mandy， 我是 Mandy， 我是 Terry。我觉得我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很逗的。对啊，我觉得我蛮好笑的。甜品很远吗？不会啊，在旁边而已。楼下而已。对啊，然后剩十五分钟，不要紧张。我们去吃甜点，我请客。这么好，我请 Mandy。没有啦，请你啦，请你啦。今晚没八卦了，我爆了那么多八卦，你们听不出来吗？大家想听八卦哦。老板今天有来哦。木屋为什么没有来？想看 Mandy。哎，木屋为什么没有来？这个我一定要帮大家看看，因为木屋他生了，自从生了小孩之后，他生火屋哦。啊，对啊，他是木，你知道火屋的妈是木屋吗？旁边那只猪啊，开玩笑的啦。就那个啊，他去当艺人，哎，不能这样讲。他有合约的问题，应该是吧？是吗？他是被签的啊。他应该有他的，我觉得他应该有他的想法，就可能他有他的计划要走，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参加神魔，不然三巫就可以合体了，然后还会带一只猪。对 ，Mandy 会帮他想办法生一只猪出来吗？我不是叫你生猪，我是叫你，可能你家有养迷你猪吗？你家有养迷你猪吗？哦，好吧。没有办法，旁边那只是猪。美丽华酒店，我们没有去美丽华。湾仔枪。美丽华酒店。龙死怎么没有来？你们是说哪一个龙死？龙死三只都没有在啊？对啊，三只都没在。对啊，三只龙死，三只龙死，跑得快，跑得快。哎，不是有一个慕容死吗？哦，对啊，很可爱。我照片呢？在我这，我懒得传。好了，再传给你。很可爱，一直有龙石啊，只是在这里变异灯。哎，我跟你讲哦，我们在香港的走秀的音乐很 fashion， 然后我们就叫神魔女叫 fashion show。我不知道在哪里 fashion， 不知道 fashion 什么。彩排花了我们五个小时，也不要 fashion 什么，也不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走秀，让我们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Mandy， 我还没有水喝。好啦 ，Mandy 有买啦，好不好？要找桥拍照带水，只带水，谢谢，不要饿到我好不好？哎、欸，真的，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走秀，要 repeat， 好像跳针一样 repeat。音乐真的对，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啦。Fashion show， 又到底是有多 fashion？ 也不停四秒，前两秒，后两秒，前四秒，也不过就是一个这个一个这个东西。大概我跟红林讲说，叫什么男的，第五天就会了、啊。第五天怎么？第五天就会。干嘛彩排啊？第二天就不会走错，对，第二天就不会走错，就半天走五天而已。对，不好意思。
你不觉得我好好笑，真的很好笑。你都没有看我节目对不对？有啊，现在在看。嗯，我好笑吗？超好笑的。哎、欸，还有九分钟。啊，一点好一点好。我们每天都九点半起来，是九点半吗？没有，九点半要集合。哦，九点半集合哦。还有第一名，对啊，我们第二天，因为我们第一天最晚，我们第一天最晚啊，第一天是第一天。哎，今天是第几天？今天第三天了啦。我们第三天，明天第四天了。哇靠，时间好快就过了。要回台湾啊 ，Mandy， 你会不会想我？会啊，我现在最想你了。是吗？我回台湾会不会想哭？想在那边。演戏，世间情你演的吧？世间情，你看过吗？好了，妹你是香港人，他不懂。我每次都用台语的脏话骂他。我跟你讲，每次跟他一直狂骂，在后台狂骂《三字经》脏话台语的，因为没关系，香港人每一个听得懂的，我都一直骂叉叉叉叉叉，妈的逼，说叉叉叉叉叉叉操你妈等等的，然后香港人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可能还是觉得我很有气质吧，是这样吗？不知道，很有气质吗？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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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烦哎、欸！看几分了啊？哎、欸，你这个人很拖台前哎、欸，有八分了啦，剩八分钟。我想去吃甜品。好啦，再给我八分钟。对啊，有奸情，世间情。可是鬼子在吗？哦、在吗？好，鬼子也很好笑，鬼子很多八卦。嗯。我们私底下就是组个赖的群组，叫做“神魔之塔八卦区”。我们这样子 m a、欸、我们去年有组哎、欸，你没有加入哦、喔。真的吗？我们去年三个组，然后里面狂讲八卦，带给你看、欸，也没什么好看的啦，因为都在讲同一个。对啊，没什么好看的。对、啊，非常的有气质。不要，我是有人欺负我的吗？不会啊，谁欺负你了？对不对？自从你有了我之后，你有被欺负吗？好像有。自从你有了我的时候，你有被欺负吗？有吗？应该是没有吧。最近你也没被欺负吗？只是我骂你抽三八而已啊。他在，也没有被欺负吧、嗯？你不觉得认识我之后就不会被欺负？欺负的都已经欺负过了。你欺负都已经过了，不是欺负过了，你也没反击啊，嫩逼。那个什么天堂鸟也说上来直播呛他，也没有啊，干都是嫩逼啊。他被那天被欺负，就说：“乔乔，我跟你讲，大家立刻上去开直播，大概三两点吧。”我说：“立刻上去开直播，算是没什么人的。”说：“没关系，我跟你讲，我立刻开直播可以打骂他，我扇他两巴掌。我跟你讲，明天我绝对不会跟他讲话。就跟他讲话，我说没关系，我不想理他了。然后说：“哎、欸，不要不要开直播。”我说：“没关系，我不想理他了。”看，一千多个，嗯，1400，以前也还好。你知道刚刚上次。上次两三千，因为维尼唱歌，然后自从维尼唱歌之后，香港的朋友说维尼，你今天要不要开直播？然后我真的是，对啊，天堂鸟就说上来说我要呛那个，也没有啊，小孬孬，我现在狂呛天堂鸟，操三八还不回来，真的说他想开直播还不回来，还给我出去，跟我同一班电梯还给我出去。好啦，再六分钟好不好？对啊，好累哦，来香港每天都好累、哦。赚钱有什么办法？有不累的赚钱方法吗？我们等于工作十二小时。他现在抱怨，工作人员在旁边。Mandy 有，请问一下，有不赚努力工作就可以赚到钱的方法吗？没有，有吗？没有，没有啊，辛苦。嗯，有些人想赚还赚不到，对不对？我每天都跟你讲大道理，嗯，又一直用很乐观的方法开导你，是不是？维尼也超黑的，寿司不熟，寿司熟啊！但寿司我们有多熟？他是敷面膜在我们房间呢、欸，你就知道我们有多熟了。谁会敷面膜来我们房间？他房间到几楼？刚好三四层楼哎、欸，他直接敷个面膜来哎、欸。维尼去吃好料的耶，对啊，去看夜景哎、欸。啊，去看夜景，嗯，臭三八。哎、欸，这很贱，不带我去。维尼，真的，我每天过得孤孤单单的生活。真的吗？
真的吗？我靠，你直接公布哦。公布什么？今天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来，是你写的吗 ，Mandy？ 哦，对啊。这不是你写的、哦，那第五天不一样，对不对？对啊。臭傻逼吧！真的吗？哦，我知道，知道，我懂，我懂。嗯，哎、欸，那第五天，第五天我可以跟红衣上去，哦，不行，明天是第四天，对不对？所以明天才可以。啊，乔 Mandy 是啥样子的？哎、欸，他对你有好奇耶、欸。双鱼姐妹跑去吃什么？他是说双鱼姐妹查一下艾丽莎们去吃什么？哎、欸，他们真的很贱，所有神龙女将哦，去吃好料都不带我们两个去。为什么不带我们两个去？奇怪，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带我们去，对不对？什么东西？就是他们去吃好料都不带我们去，哪一个？就所有。没有，他们自己去的吧？对啊，为什么不带我们去？哦，因为我们都坐外面吧。可能我们没什么人员。因为我们都坐外面。我知道什么了，因为我们人员不好。有没有？我们在什么女将军都被人家排挤，每天每天都坐人家坐休息室，我们就是要坐外面。陪你吃圣博店呢、欸？陪你跑去吃圣博店，那难吃死了，真的。可爱的红菱躺在床上被乔乔打，被排挤啊！对啊，各种被排挤啊！我们真的很可怜，我们尿尿都自己去，对不对 ，Mandy？ 干嘛笑？我们都被排挤，为什么我们都被排挤？真的，哎呀，好恶心哦！剩三分钟，自己倒数。我是一个女汉子，我是啊，翠环生。哎、欸，那个 Mandy， 他们说香港东西真的不好吃又贵，东西真的不好吃又贵，真的贵啦。但好不好吃，我觉得是见仁见智。有些东西好吃，但是有些是贵又不好吃，是真的。我觉得会很容易踩到地雷，对不对？也是。菠萝要冻奶茶，可是。红菱要再出现一下，可是我觉得也还好啦，是因为是红菱她不想出去啊，是你剩两分钟你就出现一下，是你不想出去对不对？十要吃泡面，我跟你讲，她前天吃排骨鸡面，昨天吃维力炸酱面，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这样送泡面给我。对，所以我红菱，你要房间，要不要跟我们去吃面？不要，我说好，那这泡面给你吃啊。我说不必了，红菱今天跟我去吃。对，所以我们刚刚吃对，我们刚刚去吃我的面，而且他不能走太远，走所以很远嘛，只能吃对面的云吞面，所以我们每天只能在天后附近，所以旁边有麦当劳或是云吞面，只能吃旁边的，或是旁边一锅。好，我记得红菱前天还跟我讲说，哎、欸，那个一锅是不是就是我饿了就可以去吃？他是我饿了就可以去吃吗？他们不是这样讲吗？屁啦，烫肠没那么有，烫肠没这么好吧？是汤的，是我。对啊，是啊。他说我饿了就可以去吃嘛？没有，他不是 Terry 开的。可能去那边我就要去打拳输你。新月也很正啊。香港的路不好走。吃泡面才不会踩地雷，小心农历七月。我买你老麦好吗？老麦是啥小？都走很。哦，老麦是麦当劳哦。我以为老麦是谁嘞？为什么叫香港叫你老麦？我们就叫当当。当当。嗯，有没有很可爱？快点，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我们等一下去吃甜品。对，我们要去吃天虹甜品。不要太远。对，我们不要太远。我们很多门市马上。并不会，并不会，除非住天虹的，有没有？说。马上跑。对。说，我说耶， yeah， 可以不必排队，不必带水了，我们要立刻去天虹堵他。老麦麦卡贝 ，Mandy 是 Mandy 路吗？对 ，Mandy 路。为什么？哎、欸，十一点了，拜拜。红菱饿了。叫我赚到钱了。